在家安心吃二人套餐，原木烧烤、澳洲顶级牛排沙拉，五盎司的厚度可以搭配柚子芥末酱，烟熏的香气窜出来，最优秀赏日本记录 A5 和牛便当 ，bling bling 的很油亮、鲜嫩、油香 ，perfect。这么丰富的和牛便当，现在只要使用 SKM E 就可以吃得到哦。好物千粉中，今天来出宅任务啦！啊，最近耍废也是一种学问，居家防疫期间肚子饿了怎么办？哦，都可以，当然就是使用星光三月的 SKM E 美食外送。今天要来品尝的是 Wildwood 跟乐轩松本亭，那影片下方呢也有抽奖的资讯，不要错过喽。那现在我们马上开吃 ，Go！ 很快的，我们的餐点也来喽。这个袋口是粘有封条的，因为星光三月呢是非常 care 食品安全，会为我们的健康做把关，所以可以安心食用。噔噔，这个就是 Wildwood 的在家安心吃二人套餐。有牛排沙拉、猫耳朵面、酥脆中卷、炙烤玉米，还有他台配的酥塔三入。这个呢是原木烧烤、澳洲顶级牛排沙拉，五盎司的厚度可以搭配柚子芥末酱。它使用的是肉质比较嫩的菲力牛排，它是用龙眼木直火炭烤，烟熏的香气窜出来，不只是牛排而已哦，还有很丰富的配料。营养又均衡哦。以前啊，我叫外送的时候都很难想象说我可以叫这种高档的牛排料理，但现在只要使用 SKME 的美食外送，轻而易举就可以做得到哦。酥脆中卷，玉米粉包裹油炸，它还搭配了一个柚子蛋黄酱，酥酥脆脆的，但是里面的中卷的口感又是非常的 juicy。 猫耳朵面，面的口感非常的有嚼劲，还伴随着一股黑松露的香气，整个人都高档了起来。它的配料，未来香肠，它完全就是肉的口感，但是它是100%全植物所制成的，环保又健康哦。炙烤玉米，这应该是我见过最华丽的玉米了，它的表层还撒满了这个帕玛森的 cheese， 一咬下去，那个整个玉米喷汁爆浆。饭后甜点来自 Wildwood 人气姐妹品牌，它台配的三种口味酥塔，有斑斓咖椰、草莓香草，还有焦糖布蕾，感觉很香哦，好幸福哦！啊，吃饱了。嗯，什么？你问我这一顿吃下来会不会很贵？哦、，Don't worry。这一套吃下来呢，现在在家里吃比在餐厅吃还要划算哦。想知道怎么用 SKME 点餐吗？那就教你一个 撇步 哦。首先拿出手机，喂喂 ，Erica， 快点教观众怎么用 SKME 点餐啦！你就手机打开星光三月的 App， 然后选择你想要的餐厅，然后再输入你家的地址，之后选择它外送的时间，那我就可以选择我想要的餐点。餐点选好之后呢，你就可以线上用 SKM Pay 结账，你就可以躺着在家等吃了。噠噠，现在要来吃的是乐轩松坂亭的和牛便当。哇，好有质感哦！首先向你介绍的这一道是最优秀赏日本记录 A5 和牛便当。以及这两道是澳洲和牛有去骨牛小排以及牛五花便当的组合。再看过来这边是横膈膜加牛五花便当。首先我先从中间这一道开始试吃，最优秀赏日本记录 A5 和牛便当 Number One 冠军牛 ，bling bling 的很油亮、鲜嫩、油香 ，perfect。去骨牛小排以及牛五花便当的组合，去骨牛小排它是有那个焙长炭烧烤而成，炭的香气也在口腔里面一起搭配，好好吃哦。和牛横膈膜酱烤和牛牛五花便当，酱烤的牛五花呢，它真的有那个酱烤的香气，然后它的那个油脂真的是让你撸加撸下去有点开胃了，你知道吗？它的配菜也是非常的丰富哦，1234567891011，哇哦，有11道的配菜耶，这么丰富的和牛便当，现在只要使用 SKME 就可以吃得到哦。
除此之外呢，星光三月还有超贴心的服务，有想要的东西打通电话到星光三月的专柜或餐厅订购，用专属的连结付款之后，约个时间就可以到安心快取吧快速取货，是不是非常的方便呢？别忘了订阅星光三月 YouTube 频道，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。那好物圈粉中，我们就下次再见，拜拜。